啊，小迷糊，俺小迷糊来了，喂，快喂迷糊，快喂喂喂，喂喂迷糊啊，小迷糊来了啊，干什么？呀，喂喂迷糊，来迷糊啊，要迷糊该生气了，迷糊啊，你吃个鸡心眼儿，哎，祝你心眼儿越来越多，吃啊吃啊，大伙造啊，你说腐朽蛋造上了，嗯，滑，也得咬住啊。哎呀妈呀！这一会儿这腐朽蛋都给造没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腐朽蛋别跟他抢啊！你别抢腐朽蛋呐！啊！哎，别别别！迷糊，快抢快抢快抢！迷糊，快抢快抢！喂！再抢！快抢！迷糊，快抢！快抢！喂！再抢！这迷糊厉害，不行啊！嗯，这个罐头怕一发八罐家的，怕一发八罐，一罐100克，一共是800克。哎呀，迷糊看看，你哎，你说你抢的呀？咱们这个核桃4.6块一罐，然后一罐是100克，咱们这个不是50克，也不是80克。行行行，不行行了，给石头吃点，给牛蛋吃点，哎，牛蛋。有两个口味啊，有一个那个鸭粒蒸蛋的，鸭粒蒸蛋里头就是鸭肉，还有一个蛋黄，然后还有一个鸡那个蒸心鸡块的，蒸心鸡块的呢，这个里头就是鸡肉和一个鸡心的啊，家人们，然后里边还有胡萝卜，里边都添加的胡萝卜，营养嘎嘎丰富啊。你给腐牛吃点，腐牛，你给腐牛吃点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腐牛都给干了了，那腐牛蛋给干了了，腐牛，你给石榴，你给牛吃点。迷糊一点也没吃，啊！好了，你吃吧，舔干净吧，让腐牛舔干净。啊，迷糊蛋子馍头印儿。看见吗？这大罐头啊，家们，汤罐啊，汤罐一罐100克，家们，一罐100克啊，拍一发8罐，36.9块8罐，啊，拌凉吃、单吃都可以，家们啊，蒸心鸡块和鸭粒蒸蛋啊，蒸心鸡块罐头和鸭粒蒸蛋罐头啊，家们，一罐8罐啊，拍吧，家们，欢迎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伙来，嗯。给个牛肉粒吧，来给拿牛肉粒。好嘞。啊，拿了4罐那个牛肉粒，4罐那个牛肉粒啊。哎呀呀，这桌子整的，这桌子给整的。哎，牛哥别生气啊！啊，牛哥别生气啊！好，嗯，好，好啊，好，这是妈妈啊，你说。你那老，你说小明是管腐牛叫妈妈吗？这边小明我管叫小妈。小妈，小妈不也是妈妈吗？嗯，是。啊，是。小妈，这边你谁？你见过谁管那个谁有小妈？你身边朋友？我身边朋友没有小妈。我看电视剧都那么叫。就小妈，来，家人们，牛肉粒啊，小牛肉粒了，怎么？啊，含肉小妈牌牛肉粒，含肉量65%，家人们，含肉量高达65%，一罐170克，家人们，一罐170克，狗子特别喜欢吃，家人们，蔓越莓牛肉粒，家人们看着吗？蔓越莓的牛肉粒啊，里边添加蔓越莓，一罐170克，家人们，然后呢，哎，拍一发几罐？4罐，家人们，一罐170克，拍一发4罐，只需39.9块。啊，家人们，只需39.9块，小牛肉粒给狗子当训犬零食特别好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一共给你发2种口味，家人们啊，发2罐蔓越莓牛肉粒，外加上2罐蛋黄鸭肉粒，蛋黄鸭肉粒里边还有鸭肉50%，家人们，鸭肉50%，而且里边还有15%的蛋黄，加上50%的鸭肉，家人们啊。这个牛肉粒是40%的牛肉粒，外加上25%的鸭肉，知道吗？啊，鸭肉可以清热降火，
蛋黄鸭肉粒儿，家人们啊，蛋黄鸭肉粒清热降火，美毛亮毛啊，家人们，哎，牛肉粒儿，蔓越莓可以干什么？蔓越莓可以呵护泌尿系统，啊，家人们，蔓越莓牛肉粒儿啊，家人们，一共是4罐，4罐加一块，一共是多少克？家人们，一共是680克啊，只需39.9元一盒，大品牌，啊，家人们，一盒大品牌只需39.9元。啊，一共是680克啊！小明是不是牛亮？牛来，牛哎，牛大大，牛大大，牛来，牛牛来一个，牛来一个，牛来一个。那狗蛋特别喜欢吃啊！三爷妈来了啊！狗蛋特别喜欢吃，来，哎，牛，哎，好，4罐啊，家妈，收到货直接发4罐。没拍的好朋友，咱们抓紧拍的，今天拍，咱们今天就能发货啊，家们，今天拍，今天发三，今天哎，今天发不走了，今天发不走了，家们，今天拍，明天发，三天两天就到家啊。我一看这个点儿啊，家们，越早拍越早发，啊，这你发我也发，对，今天发不走了，家们，你明天能发了啊，明天发了啊。三妈皮肤太好了，又白，又白又麻麻赖赖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？又白又俊，俊，我寻思又白又傻呢，又白又傻，啊，在这像个傻，又白又傻，不是，来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男的什么？那个。对，来这个啊，身体里需要的这个磷。公主请安铃，公主，公主安铃，来铃，安铃，你这腐妞这爪子这么毛茸茸的呢啊？嗯，安铃，你看，安铃，安铃，安铃，腐妞，公主请安铃，安铃。腐妞这爪子毛茸茸的，好看啊！你说腐妞生的孩子能多好看啊？腐妞生的孩子老好看了啊，媳妇儿。嗯。他指定是腐妞生的孩子，指定是长得，长得可好看了，媳妇儿长得可好看了啊！腐妞真怀孕了，22.9元啊，家们，腐妞真怀孕了，像是怀孕了，家们啊，刚才我特意我看了一下子，刚才我也给你们看了一下子，腐妞像是怀孕了，老铁们啊，蛋黄是22.9元一袋，家们啊，22.9元一袋，一袋有将近30个蛋黄，老铁们，这一袋有将近30个蛋黄啊，家们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啊22.9元一袋。然后呢，两袋才39.9元，家人们，两袋相当于你买一袋22.9元，相当于买了30个鸡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蛋清狗吃不了，你给狗吃蛋清，狗容易拉稀，你就给它狗吃蛋黄，家人们，还不合适吗？平均8个鸡蛋一斤，你算过，家人们？8个鸡蛋一斤，鸡蛋多少钱一斤？啊，30个，4、8、30，相当于4斤呗，是不是？鸡蛋多少钱？多少斤？5块1斤吗？4×5=20。不是，我多少斤？媳妇儿，鸡蛋5块多吧？5块多1斤，还以为 B 超为准，还是以 B 超为准。家人们，三位弟从医多年，你们还不相信我的眼力吗？啊，我从医多年，啊，江湖老中医，你们不相信我的眼力吗？啊？这个鱼油一次吃多少？家们，这个鱼油啊，咱家这个深海鱼油拿来，来，深海鱼油。深海鱼油的话，啊，像那个老四他们这么大的话，一天两次，一次两粒儿。然后小狗的话就是一天一次，一次一粒儿。先生，你看你家狗多大？老铁，看你家狗多大啊？你家狗如果10公斤以下小狗的话，一次吃一粒儿，一天吃两次。啊，如果你们家狗是10公斤到20公斤，你给狗子一天吃两粒儿啊，一天吃两次，啊，如果你们家狗大于二十公斤啊，每十公斤给加一粒儿，一天吃两次，啊，每十公斤加一粒儿，啊，如果你家狗是，就比如说50斤啊，50斤狗，你给你家狗一顿吃3粒儿，
一天吃两次。啊，根据上面说明，有说明，咱们根据这个公斤数对号入座，根据公斤数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。想买那个鱼油的好朋友们，深海鱼油可以缓解掉毛，缓解狗的掉毛啊，毛发不好的都能吃鱼油，家人们，毛发不好都能吃鱼油啊。虎妞寻思，你咋都装起来啊，剩点渣还没给孩子留呢。不是，我给虎妞，我要给，咱要给虎妞吃的话，咱要给虎妞吃整个的啊。咱要给孩子吃的话，咱要给他吃个整个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虎妞现在是公主，她能吃，她，对不对？你不得吃整个的啊。欢迎大家伙儿，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。这个火腿肠大家拍了没有，家人们？火腿肠啊，咱小火腿肠啊，想买火腿肠的好朋友们，拍那火腿肠，狗子特别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含肉量60%的火腿肠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火腿肠含肉量高达60%，老铁们啊，一包火腿肠450克啊，这一包里边有30根，450克，老铁，一包里30根，450克啊，鸡肉、牛肉2种口味。啊，家人们，15.8一包，好评率99.9%，好评率99.9%。啊，家人们，15.8一包，买3包赠送一包，一包、2包、3包，来，咱们再给赠送一包。啊，赠送一包。买3包，咱们给赠送一包，家人们，4包，家人们47.4。47.4发4包啊，家人们，想买火腿肠的好吗？可以拍张火腿肠啊。媳妇，那屋有没有梨了？我看看。那有没有梨了？有没有梨吃？老铁，看梨好吃是不是？我想吃梨了，媳妇，我也是，我也想吃梨了啊。15.8一包，买3包送一包啊。啊？好吃吗，火腿？啊，好吃吗？糖好吃。虎妞的爪子，搭虎手上真可爱。来，虎妞，公主请握手，公主握手，啊，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握手，握手。虎妞手好看，你知道俺家虎妞，俺家虎妞原先叫什么名儿？家人们，虎妞原先叫什么名儿？你们记得不？家吧，俺家虎妞原先叫大脚，大脚。我给虎妞起的名叫大脚吧，是吧？俺家虎妞之前叫大脚，你前面你觉得虎妞好听还是大脚好听？你觉得哪个有特点？大脚有特点的呀，你看大脚有特点吗？但是大这火腿肠的，你看这火腿肠，啊，哎，对，他之前叫大脚了，铁，因为之前那个大脚撞骆驼身上了，结果就不叫大脚了，啊，大脚，啊，是不是大脚好听？大脚多难听，大脚不好听啊，啊，大脚。大脚握手，大脚握手，看着啊，大脚按铃，大脚按铃，大脚按铃，按铃，大脚。他知道他叫大脚，他知道他曾经叫大脚，家人们啊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大脚握手，按铃，你看不按铃，我按铃，虎妞按铃，虎妞按铃，虎妞按铃。给你一个，这个火腿肠猫狗都能吃啊，老铁们，这个火腿肠猫狗都能吃，我再给它重新拆一包，老铁啊，我重新拆开一包，你看这个火腿肠，家人们啊，含肉量60%，而且特别多，老铁们看什么？特别多，一大包，30根，一包里有30根，家人们啊，15根鸡肉，15根牛肉啊，这个火腿肠15根鸡肉，15根牛肉，猫狗都能吃啊，一包15.8。家人们，450克，一包15.8，含肉量60%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放心拍就完了，家人不吃包退啊，
咱家这火腿肠，老铁们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咱家这火腿肠含肉量 60%， 好评率 99%， 家人们啊，想买火腿肠的，想给自己家狗子买火腿肠吃，想都可以拍的，猫狗都能吃啊，买三包送一包，买三包还送给你一包，家人们，哎，咱家这火腿肠老铁们一点不沾藏皮，特别好扒，那有的火腿肠扒皮都费劲，家人们，那火腿肠纯淀粉肠，知道吧，扒皮都费劲，那火腿肠纯淀粉肠，你看咱这个家人们看 Q 弹啊，低油低盐，含肉量高，知道家人们，你看有的淀粉肠一捏就碎，你看咱这个家人们非常有弹性，老铁们，而且火腿肠没有焦啊，咱家这个火腿肠是来自山东烟台，跟那个火腿肠一个厂家，来，你把那个火腿肠拿过来，你把那火腿肠拿来，家人啊，媳妇儿，那火腿肠啊，跟咱们家这个火腿肠是一个厂家的，老铁。啊，这火腿肠大家伙都给狗子喂过吧，家人们，跟这火腿肠是一个厂家的啊，家人们啊，15.8元一包，嘎嘎划算，老铁们，嘎嘎划算。